另外，同款嘛是交接典礼，现场要来看是嘉义县哦。今年是有十一名的高中小学校长退休，牵动第三十六个人的跃动或者是升任。另外有二十一个人离职。嘉义县政府二十七号是伫咧创新学院来举行着新社林校长的交接典礼。嘉义县长张华官是特别感谢着退休的校长为教育拍拼的用心，嘛来欢迎着新任校长投入教育领导的行列。交接典礼由县长张华官颁发校长谥章、新任校长聘书，并主持新社任校长印信交接以及校长宣誓。张华官致敬退休校长纪念品的时，退休校长的家人、学校的同仁、亲友团纷纷上台献花合影，会场充满感恩、欢笑和依依不舍的气氛。咱嘉义县虽然资源本来就少啊，但是咱希望的就是嘉义要创造教育品牌哈。咱爱家教有赞，啊，搁爱吼，家己囡仔爱知影感恩，啊，要知道负责，啊，咱家己囡仔爱珍惜物品，教育小孩子一定会很有自信的哈，啊，现在我们发现社会上的啊很多小孩子，技术体系一点无一定要啊，大家都着重于服务业，不注重制造业，国家的发展力也竞争力也相对啊减弱。所以，我想嘉义囡仔，我们就没有那样子的情况哈。嘉义小孩子非常的务实，对人很会感恩。我们期待在新的校长领导之下，嘉义县能够迈入新的时代，让我们嘉义的产业更发达。张华官致辞时表示，近来因为退休的制度无确定性，造成教育人员困扰，真侪人的人生规划因此转向，致辞退休潮提前。但是新接手的也未做好准备，政府应该有一套完善的人才培育制度。尤其校长是行政管理专业人员，希望新任校长会当加向下任的校长请教，下任校长也会当无当生的传承经验，和嘉义县教育迈向良好发展，共创嘉义产业、农业以及文化观光新时代。新闻中来信，嘉义县蔡宏报道。